丰盛出售网络招妓分类广告网站股份。高盛拥有 16% 的村生媒体股权，此网站还营运招妓网站 backpage.com。但专栏作家纪思道揭露高盛及此网站不可告人的关系后，高盛在恼羞成怒下卖掉此网站。自从分类网站 Craigslist 不再刊登性服务广告， Backpage.com 开始主导此市场，并为村生媒体每年赚进$2,540万。高盛的主管在村生董事会上陪坐了4年，但却否认对此组织的营运方针有任何影响。华尔街银行家都是许多妓女的恩客，也许高盛在扮猪吃老虎，两边客源通吃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！